大清老板，老板楼上有请。感谢聂欣然的五本魔法书，谢谢老板哦。今天人不多，今天周几啊？大家把背包里的虎粮刷一下，我们准备准备开始那个什么啦，12点了，准备开始那个什么。休息一下，虎粮刷一刷，我们上上贵宾席。上贵宾席啊，大家上1000贵宾席，我准备一下，准备一下，把那个切出来。我们贵宾席上一上，上到1000贵宾席啊，虎粮刷一刷，全部刷出来，就肯定就上的很快啊。我要先把这两个弄出来才行。大家刚好续续牌子，续续牌子啊。
试试盘子啦，我们攒劲的节目即将开始，攒劲的节目即将开始，我们虎粮刷一刷，虎粮啊，虎粮刷一刷啊 我把位置弄一下啊，两个位置要一样的。谢谢蚕总的续费，我来设置一下，看一下啊。OK，今天可能会稍微有点不太对，对那个就是对焦，所以我放了一个贴图在上面，大家理解一下。今天呢，可能没有平时对的那么准。OK，虎牙刷一刷，看多少贵宾席啊？我现在抽不了奖，抽奖忘发了，变黑名单了，所以大家三个虎牙自动上奖好吗？自动的。啊，我现在没办法抽奖，大家把那个虎牙刷一下，我们直接那个啥，好吧？自荐自动上，我们自动上，然后一会儿再进。今天穿的是两套，啊，两个情趣套，两个情趣套。虎粮刷一刷，虎粮刷一刷，12点了，来喽，上个950贵宾好吗？950贵宾，今天的话是。双人，另外一个双人啊。把这个封面弄一下，看一下。这个看错了，切错了，我操！差点误了大事。OK，这个是对的。来来来来来来。是弄错了，OK，重新了，重新了，Sorry，
撕开，刷一下子撕开啊。
想给我刷一刷，我的袜子都破了，给麦麦老婆买新袜子啊。喜欢看把背包里面的虎粮刷一下，三个虎粮刷贵宾席啊。
上礼物。小影子，老公，你是喜欢姐姐，还是喜欢小影子啊？
胡亮监控一下。哥。怎么？你想抵抗我？你拿什么抵抗我？Thank you.
回答我啊，想送就送一本啊。
魔法书。人家还没有老公送的魔法书呢，想说说。